聊到不行，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好像大家都觉得会从谁的身体找到能源度过下个星期。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的剧情，只要那么几种演到想吐还不过瘾。同性并不相斥，异性完全相信，吸到脖子都是淤血也不放弃。闭上眼睛再看看看看到我快要不行，每颗心都在猜猜猜谁会带来伟大爱情。每个人都在换换换换了他还是不行，我感觉有点晕晕晕，别说又是一夜情。腿上，但是表情却像要撇清。我收到你向我求救的眼神，难道是我在自作多情？最难拿捏的部分是我何时才应该离开座位？或许是向你摊牌的时候，但是却发现你连甚至都不清。闭上眼睛再看看看看到我快要不行。每颗心都在猜猜猜谁会带来伟大爱情，每个人都在换换换换了他还是不行，我感觉有点晕晕晕，别说又是一夜情。是否有一点退了流行？就在当我莫名其妙感到有点怅然若失，怪自己失去了先机，趁机放弃心间彻底的不屈。当我看见你又躺在别人怀里，闭上眼睛再看看看看到我快要不行，每颗心都在猜猜猜谁会带来伟大爱情，每个人都在换换换换了他还是不行，我感觉有点晕晕晕，别说又是一夜情。换换换有点晕晕晕，看看看看再再再 You understand what I'm saying?